小五被武魂殿追杀，正赶到紧张的时候，光着急有什么用啊？干嘛？去帮忙！没事吧，小五？强弩莫使，何必再做无谓的挣扎？来者何人？援军抵达战场，能不能先从我身上起来？不好意思啊，一般乌合之众，吸血蛛刺，糟糕，交给我吧。嗨，这是什么武魂？机甲系武魂，有意思。反击了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好的，哥。十元一拳，超过100分就能给你的女友一个大娃娃喽！你打这个还不跟玩似的？嗯 ，Go Go Go！ 你这个弱鸡，白健身了，回去就把你蛋白粉全。不要啊！欢迎下次光临。傻瓜，我调高了难度，哪有那么容易打高分呢？是满分呢。小板指没难度啊，厉害呀！哎，小姑娘，你要不要也试试？我能要自己的拳套吗？可以呀、啊，切，自带拳套还挺专业的。抱歉，没控制好力度。老板，我们下次再来玩。永远都别来啦！可恶。啊！帅哥，要不要试一拳？奖品很丰厚哦。你还搞什么？絶望しろ。これが内浜だな。神の力だ。Snow white mountains in a foreign state. Tell me it's only
今から晴れるよ。相见相爱相恋湮灭在一瞬间。Follow you.
slow down. の中へたっぷりとご堪能くださいませ。捕まえた。たまりませんわ。古おしき情念の重み、ご堪能なさいませ。これは最後方便の一つ。どこまで逃げても手のひら。